曼尼今天跑刘在相五连胜，曼尼就是曼尼，他在延长赛十一局大棒挥出打破僵局的两分炮，助义大犀牛以6-2对象五连胜。兄弟象与义大犀牛昨天在新竹球场开打，吸引了11000位爆满的球迷。虽然新竹的球场很抱歉，不过热情的新竹球迷从4点不到就从路口排了长达230公尺的人龙。入场后，球迷挤爆球场，创造了新竹球场17年来再度爆满的纪录。两队也没有让球迷失望，从赛前认真到位的练习，就展现了求胜的企图心。特别是曼尼，原本他的打击陷入小低潮，他特别加强特训，就是要抓住挥击的手感，连上垒后的各种动作都一再练习，敬业精神100%。两队开打后，双方以2-2战平，直到延长赛第11局，曼尼今天一挥，轰出了制胜的全垒打，也是他本季的3轰，曼尼也获选为单场 MVP。动新闻，这么精彩的比赛，值得更好的球场报道。